哇，因为那个攀岩蛮高的。那我这一版打阿克瑟罗真的要花一些心思哦。好，那我们比赛正式开始了。然后开场就中了一个 DP。因为其实 Eno 开场也是没有东西可以按零 Axel 原 S 啦，所以选择力劈抓 hold 也是一个蛮好的判断。好，角落压制。哦，这二 P 省的不错 ，K 省的不错。这个忍不住乱动。又是力劈，那算是猜对方想要跳叉啦。那如果对方大木的话，也是来得及挡，算蛮好的，也是一个立回手段。Eno 不太好接近的方的判断。好、哦，啊，这个连闪直接跳入了。好，半快哦，这个。Eno 多折真的不好挡，所以他把选择点是这个点是很好，也是做得很好。哦，连断，想要争取第二次回霸的时间。下段，哦，折的不错，我都挡住。好 ，Tammy 黄华西屠戮了。这个可能有点低哦，这个要哇跟哎差掉哈，差掉。阿昭，他想到他选择必杀，不是选安定。好，这哦防爆防到了，赢了。这个真的不太好霸哦，这个霸有点冲动啊。那个几乎是没办法罢了，因为那个可以连段时间久。好，开场二 S。哦，这边 hold 了。哦。哦，转了，这转了一次，再一次。好漂亮的对应。哇，那够是在中段的够的时候，收招的时候可以点一下，蛮有机会点到。哦，二对抗相打。坦克。哇，这个蛮难挡的哦，那个中段，在时间上我想要蹲挡。好，先消气。Eno 没气的话，立位手段会变少。哦，哦，这边的后很不错。看防守如何？刚炸西飞，刚好下段，下段，然、哦、后中段，这个差额中段。哦，他想要防霸。下段，然后再拆了两次了。哇、哦，选择霸走了，蛮有机会决胜负的。哦，有点可惜。刚没气，挡不住。嗯，是。啊，你想 hold 没 hold 出来？我想要用消毒补正切。哦，赢了，那一比一，啊，应该是算是平局。小白可能也是有经验，我知道那个东西不能瘦身。哦，开场那个零锁机不好挡，你可以抓。啊，二 K 冲太近，漂亮，二 K 闪闪抓。我也是二 K 对空，这个小白真的做得很扎实。抓四四也抓得很有经验，血量大补先、哦，用 K 名硬换啊，糟了！哇，这个瘦身被补正切，没关系，应该还可以有两次的机会吧？哦，这个 hold 得不错，没有炸机被炸到，有点可惜。如果稳定处理好的话啊，老板已经 Eno 立为中带、哦、中段还是真的蛮强的啊，这个。天命黄花系也算一个蛮耗资源，但是可以很强势屠戮的手段。不好动。嗯。好，现在小白一比一了，一比零啊，先锋换成维米利亚哦，毕竟那个对决 Eno 打 Axel 没有经验，实在不是很好打。不过虽然说米利亚打 Axel 有利，但是上次小白打米利亚的表现很好，比赛打米利亚表现都做很好。嗯，其实小白在比赛来说，他表现都算很安定稳定的，都会很确实做好该做的事情，不太会太冲动。啊，这个一个滚摔，这个不太好反应，中段挡住 ，OK。好、哦，剑锋想要防轰啊，可惜按了三段哦，那个推雨有点远。S 花、哦、好险，有点、哦。这个真的挡得很稳哦，这个挡防御有水准。哦。哦，可惜都没捡到针、哦。这时候应该打一个连段的话，算是非常大的伤害。哦，且我这个如果哇、哦這個、有冲冲、這個、啊，漂亮，走了，这零八。现在没有法针哦，这个看要怎么投入。好，那哦，二 H 等得很好，很确实。
哦，是。虽然想要用迪亚尼抓后，不过米利亚真的后速度很快啊，来得及挡。这是阿克苏不好打的原因。是。好，那二 H 啊，可惜没有往前冲，有点可惜哦。那个判断是对的，但是啊，有点连段锦失误了吧？应该紧张。好漂亮！才要对方想要放法阵哦，那先行6 K 对空。这场小白他的防守做得很扎实，这个给剑锋压力蛮大的。那小白再点是。其实9月30号的调整 ，Axel 是有强化了，不过那进 S 可以装3 P 吗？对，不过明不明显这个就要有待 Axel 玩家来开发哦。好，那哦这个紧迫的盯人。OK， 打乱洞六 K 啊，这个八还可以了。哦，小白都是稳定哦，就打乱洞、哦，毕竟贸然的。哦，是，这连闪击打得不错，很高。哦，连闪击多少让他升龙？哦，抓了。那现在小白算小有力哦，虽然对方把、哦、哇漂亮被吊后了，被吊到了，但是。应该有一次机会吧，上面差很多哦，还可以再猜一次，哦、会死哦，应该开花吧？啊、可惜连段 啊，没选没开花。刚连段如果有调整的话，可能会一次死哦，就是接霸板的哦，霸板的觉醒币，漂亮的沙盒啊，可惜又太有点跑得不够深，哦，挡得不错，小白做什么啊？被点掉了，波折，嗯，这霸还可以。那算时机不太好吧？那空摔瞬间其实还是有点能对摔无敌的、啊，那可能要再抓稳一点。嗯，太早出了。不过这个也很难讲。好，那又是进入到米利亚有利的空间，好漂亮的沙盒，1-1。不过虽然小白防守做得不错，我打米利亚这种连续进攻能力那么强的，又有中下者，看来是不能光看防守而已哈。角色是不好打，不过方向来讲应该是没什么错。这对，毕竟这几个后跟霸都被吊到，不过雀反做不好，这个雀反做不好有点可惜。好，那没有法阵的米利亚哦，选择强行突破。哇，这个差额这一。剑锋已经做大概第三、第四次了，那小白可能要有点对策。我、哦、这个挡也挡很好，可能真的是用反应的、哦，我这个判断集中力很高。捡到法阵，看丢出法阵时机什么时候？啊、有点 太早丢了。哇、哦，这个先读有读到二 S。哦，漂亮的，这个闪的不错，那前冲三把真的效果很好。哇，那那连段打，连斩击对攻性能其实还是蛮强的。哦，又是这个差额进入哦，这个剑锋这个使用的有点次数蛮多的，不会还要再一次。最后一次，哦，连锁已经好倒地追加，可惜没有倒地追加。啊，没有，他可以做雀板没做好。哇，这个刚 miss 哦，那、这个不然就突入了。好，忍不住动了，忍不住动了，动了，在下段二 H 去。刚空 dash 失误哦，不然的话应该是又突入了。好，插盒把针突入，多折半环。啊，这个霸点的不错。啊，可惜，哇，又进入了这个剑锋，这个空 dash 做的都是判断好。啊，这个 hold 不错。啊，但是马上就要回。应该是，好，那玫瑰消血。小白应该多做一点，稍微准备一些防空再去突入的手段。好，两边进入赛点。哦，蛮好。哦，因为空中他们抓受伤没抓好。猎机抓起身，魔嘎，这个打到了应该超痛的。哦，嗯，有点可惜。舞蹈。哦，有。会霸吗？哦，选择防霸。选择防霸连端。好、哦、漂亮！好、哦，这个指令头，这个有猜到、哦啊哦，可惜又跑不够深哦。这个难得难得做这个失误，我、哦、这位霸，好、哦，那、哦哦哦、小白是漂亮的学生。小白拿稳哦，恭喜小白晋级2-1。哎，那是叫底下。我连两次撞到我，我妈醉
刚的内容真的小白要打得很有水准哦，那个该挡的都挡到，那先没有做什么低对空判断也都做很好，也没有做什么太不该做的事情。二 K 闪跟米利亚空中跳进来的动作都做得很不错。